总经理。副总经理好。现在欢迎力高生机股份有限公司王雅慧董事长。好，还在赶来的路上。接下来我们欢迎高野农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习秋陈博士，博士好。接下来欢迎爱群妇产科诊所执行长翁少平医学博士，翁博士好。爱群中医诊所院长陈小轩医师，医师好。接下来欢迎副院长廖哲仪廖医师，医师好。最后欢迎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暨营养学院谢荣鸿谢博士，谢博士好。也非常欢迎今天的与会的贵宾以及所有的媒体朋友们。今天呢，其实除了这么多的优秀的专家跟医师学者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准妈妈也来到现场了。欢迎十二位准妈妈跟大家挥挥手 ，Hello。他们今天呢，等于是有24位来到现场，就是妈妈肚子里面还有一位。那母亲节也快到了，先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啊！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怀一个小朋友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我们的高野家呢，他也是怀了很久，我们的小 baby 就是我们的低基金，生产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段生产制作过程，以及我们的医师帮我们推荐的介绍影片，请看。代表最高的，并经常接受日光曝晒，吸收充分的维他命 D， 养成具有弹性与活力，内含最高营养的肉质，也正是3A 级 D 基金的品质保证。我们的成品呢，都逐批呢送往 SGS 来检验，它检验报告里头就不含有抗生素及标准差。